兩間屋加埋咧係4200尺，另外咧有1400尺嘅天台，所以實用度非常之高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西贡 Frankie 啊，好欢迎大家追踪我频道咧，了解多啲西贡嘅笋盘。因为今次带到大家咧嚟到去睇一间孖屋嚟讲咧，真系非常之罕有，而且佢拥有3000几尺嘅日契花园，大单边楼龄新，拥有开扬嘅山海景，系咪非常之罕有呢？唔讲咁多住，大家睇睇先 ，Let's go。Thank you.
大家咧望完呢个三千几尺嘅入契花园，又望到咁靓嘅室内嘅装修同埋间隔，系咪见到咧好实用？同埋佢嘅用料咧，亦都比一般嘅村屋咧讲究，同埋价钱咧，我相信建筑费咧一般比较高啲啦。而呢个单位嘅最大卖点，除咗咁大嘅入契花园之外咧，佢位处呢一个嘅大单边，前面咧已经过咗个村界。咁就唔會再起樓㗎喇。咁呢點要大家要留意，同埋大家要睇返前面嘅地呢，如果係屬於 CPA 或者係 GB 嘅 Green Belt 地嚟講呢，亦都係唔容許起樓㗎，對於自己嘅景觀呢係絕對有保障。而呢個單位嚟講呢，望到咁開揚嘅麒麟下海景，係咪山海相輝，而環境非常之優美寧靜嘅。咁呢間屋嚟講呢，屬於一個孖屋嘅設計，兩間屋加埋呢係4200尺，另外呢有1400尺嘅天台，所以实用度非常之高噶。咁罕有嘅单位，大家系咪有兴趣过嚟睇睇咧？记得联络我西贡 Frankie， 同埋我哋世纪有一期风专业嘅团队，我哋区里边咧拥有3间嘅分行，一定咧揾到大家心头所好噶。电话喺度，记得联络我哋啦，拜拜。